嘉义市中山路上，就在国有财产局的斜对角，整栋大楼挂满了看板，仔细看怎么清一色都是律师呢？除了一楼以外，二到六楼都挂了律师事务所的招牌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还在对面，哪里较近啊？原来嘉义地方法院原本坐落在国有财产署的县址，民国96年八月才搬到林森路去。在民国96年以前，对面就是法院啦、啊。啊，所以开庭大家都很方便啦、啊。啊，有些当事人在那边在法院开完庭以后，有些疑问或有些问题想要请律师啊，都会就近找附近的律师事务所来询问嘛。只是整栋大楼都是律师楼，一旁还有其他的律师争相在这里开业，形成了律师聚落。民众真的需要，该如何选择呢？经过的时候就觉得其实还蛮可怕的。比较资深的一些长辈都会说，里面的律师都是比较资深的啦。其实这一栋律师楼里面的律师人都非常的好，所以各位网友们都可以勇敢的去跟他聊天。啊，特殊的事件吗？哦，按蒙德嘛，那是好判疑问。密密麻麻的律师招牌难免让人有选择障碍，专家建议可以听听周遭亲友的推荐，进一步了解该律师过去承接的案件，或是实际和律师对谈咨询，慎选适合自己的律师，才能让诉讼案件进行顺利。 TVBS 新闻纪建亨嘉义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